我们理你。你坐坐坐。等一下，他会开门没？没不会。没关系。没关系。你过来。要谁要谁？你坐坐。你怎么？你心情不好吗？事情都可以跟我说啊。因为我想要轻生。怎么了？是什么原因？因为我自己的能力没有到那边，钱赚再多也没有用。你是感情的事情吗？没有，我一个女朋友都没有。为什么？突然要怎么了？想要死一死啊！不要那么累啊！没有啊，要有一个原因吧。不要这样啊！国小在乡下美容，然后上来找妈妈，那现在妈妈也不管，然后又被亲戚害死，原本有能力的。还是突然今天心情不好这样子。对啊。妈妈，你跪到这可吗？这边。不要喝酒，喝水。喝酒头更重哦，看吧。来准备啊，全家。对啊。来，你自己拿。很累啊。啊，都听大人的事情，可是我也想要找工作，可是没有听我的押韵。我知道跳下去很简单了，可是他每天都在你旁边这样一直跟你讲，是不是？想要休息呀、啊，我都玩，也是能找就去找啊，没有手就是我一些压力，自己压力那么大、啊。对啊。